啊，我应该开皮的，等会儿下哦。我是思念了一点点，不会米娅再开台吧？不会米娅再开，都买，没有米娅没在开台，哎呦，换个台。别太多，开启网络摄影机。好，就这样子。YT，内容，所以。开启，停存。Hello，各位早安，早上好啊！这是好久没有在 YT 直播了，没有啦。啊，等一下哦。好，就这样子。等一下，谁哦？嗯，躲球手公主记，我看到了吗？公主记开抽，我抽完了，保底换了小小甜心出来，我看一下哦。柚子，掉心柚子剩200分的，哦靠，要冠良啊，冠良安安，培根安安，利埃 KENTLEE 安安，平宜安安，平安安啊。YUMEY 安安番茄早安，无极飘渺啊，早安。对，于娜，哎，于娜吗？YUNIU，你。老鸡早，桃子早，林毅早，冰冰早，明月早，Joko 太早了吧？无一早，双开啊。丁地早安，夜猫早安，文文早安，群月早安，中间早。我，你知道我多干吗？我超勇的。其实昨天没睡多少，早上7点半爬起来就去健身，所以我刚刚是健身回来，然后随便弄个东西用一用，喝一喝。现在蛋白粉还在旁边喝，所以我等下边喝边跑。不过我要先喝完，不然没补充。我两秤献祭，你干嘛都要称？你说不是？你有空吗？你不是那时候跟我跑的时候，你是在忙吗？上班还是什么的？听起来很累，还好，不叫喘而已。耶，空叶空安安，小仙草安安，陈安安，啊，聊天室好像有点大欸。我说那个显示双平台的聊天室，哎呦呀，你今天才往你。今晚才上班，哎、欸，那我剪金的没办法陪你哦，我都是剪了就跑的哦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你总不去 DC 群蹭那个献祭，他们不都会约？
你可以过来解吗？来啊，过来啊。哦，手机看久了，用 Switch 看，真的觉得画质不是好，不是很好呢。啊，仓浦安安。电机是为了直接解传送，待会直接解传送。嗯，啊，不是，这三天去烧一烧红石就好了。你要捡金的呢，麻烦呢。好，你快点，我们五分出发。哎，那我直接丢着你自己跑喽。你是阿航吗？安安。我下线看书，好，拜拜。我发现我 iPhone 之后，我喜欢用 iPad 跑图，尤其拍照不很画面很大吧。我那时候也是用平板在跑。不是你要蹭我献祭的图，应该是我蹭你吧？我 Switch 不好跑哎、欸，你想一下呢？是我要蹭你还是你蹭我？仅剩两天，有想过这严重的问题吗？繁星早安，你现在用 NS， 那你估计一定是比我强啊，对不对？我是只有开台才用 NS 呢，而且我现在跑图会有点想用陀螺仪在跑，你知道吗？早安，早安。哎、欸，抓到！我在这边。你要就走啊，不过没有下次哦，因为反正就是礼拜六开，反正就是我自己要跑的。不然等一下一窝蜂说要加好友，请问这是什么？跑图可以，献祭不行。如果待会捡金的可以交给我，不，我自己跑就好了。为什么你献祭不行？为什么你不会飞哦？还有你不会飞的东西哦、喔，好嘴哦、喔！光遇只有 Switch 跟手机 APP， 目前是这样子，要跟 PS 合作了啦，做就可以了。哎咻！哎咻！哎咻！嗯，哪一根？这里。哈哈，被抓到了，乖乖点吧。啊，我二阶可以直飞，但不记得，但记不起来石像的位置。什么叫石像位置？我等一下也要先，哎呦。不好意思，你是小心啊。没事哎。我们要点超久，所以我才想用盾的啊！你看，既然都带矮面了，盾一下啊！
好久没献祭了哦，我还不是为了那个雨妈面具？天哪！哎，看我走这干嘛？我想一下啊，怎么飞？嗯 ，switch， 果然 switch 不行，翻了翻了翻了 ，barbecue 了 ，switch 没办法，哎，手机才行。嗯哼哼。不好意思欸，跳不上去欸。我都没注意繁星有玩光遇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玩一年半了欸，我有中间有在直播欸，又精华没有精华啦，不好意思，说谎。欸，不好意思欸。你这就好比人家说哦，原来繁星还有在直播、哦，繁星要有点胖耶，哇，这个坎真的不知道谁设计的，妈的！跳不过去，你看，果然是人的问题，你看吧。不好意思了，是你太胖，不是我的问题。不要靠墙跳，不是，是他太胖，我跳就我一个人跳就没问题。等一下，我漏掉了谁吗？可以一起献祭吗？我已经跑了欸。绿野樱哦，早安，樱花早安。欸，漏掉的我很抱歉哦，因为这个聊天的界面它很大坑，它会显我就显示双平台啊。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小新是哪一位啊？聊天是那个吗？那个刷一起献祭吗？夏西早安，请问刷一起献祭的是小新吗？挂着睡，你又没睡了。谁啊？快点啊！金山早安，快点啊，是不是啦？哦，好烦哦！我就是不喜欢多人跑一些东西，就是因为这样啊。懂了吗？没有下次了。而且我再讲一次 ，Switch 我点不到东西。睡不着，但现在不睡晚上会很痛苦啊。没有啊，你虽然说听东西睡，可是有时候你也知道人就贱啊，听着听着会越不想睡觉，然后眼睛会张开来稍微看一下，可能提到了什么，哎，幽灵出现了啊，醒来眼睛张开打个招呼之类的。王相安，原来要献祭就看直播就好。他标题想说什么还打馒头？嗯，没有啊。前两个礼拜阿不是都是在献祭吗？也靠腰。哎，不好意思，矮面是不是要炖一个特别的地方？你也希望眼睛可以睁大大，但今天还是算了。怎么了？哦，你是飞左边哦，为什么不飞右边？
右边比较好蹭呢。哦。哇，你图奇的头像也太色了啦！请问你是在脸红什么？雷影安安哦，感谢你为我们优主播的努力贡献。今晚大型联动，你赶快睡，不要给我睡。晚上还有茄子的那个啊，健身环。要要找，我你有原图什么意思？啊，你走这边哦。然后嘞，哎呦，完了完了完了 ，barbecue 的无名出现了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迷路了？你要说欸，我觉得他迷路了，我也觉得。雷哥，你还行吗？你是迷路了哦，啊，不是会直飞啊？哦，白痴哦！请问这边要怎么出去？你昨天跳不起来，可以了。这不就进来了吗？啊，哎，你们各自解散啊，不好意思，我点不到啊。哎，手断掉，各自解散，我点不到，谢谢，感谢。没有啦，我没怪你啦，只是觉得你很好笑，我看就觉得，嗯，你的路线不对哦，迷路了哦。水池很简单的，从上面下面走廊直接开走。啊，前面那个就不捡了。走吧，走吧。啊，那那那，就最近很。一直很不好意思打扰尤里，问他要不要来约，要不要跑，要不是约跑，要不要跑图？尤里走跑步咯，跟他挂着啦，但是你知道他有自己事情要忙，有事情要做。我每次都讲一样的话，就只是拿要忙嘛。那毕竟每个人有自己的。事情要做，私人空间要处理。对啊，最近比较可能会比较少看到我跟他同时上线，那导致我对光遇就觉得还要玩吗？没有啦，
就只是我这两天都没有跑满15根就休息。你看我左上角加倍还剩一次，还剩一根箭头。你昨天也就是飘出去被龙撞了，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，与其出去烧那根，不如就直接去献祭就好了。那就算他们真的外面捡到，也只是说哦，那很棒啊，那下次不要被撞死哦。再看，等一下，不要吼，不要吼那么大声，画面会被带走。走左边，走左边，走左边。等一下，你们都不会跑吗？我是不是会有两个小跟屁虫啊？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跑！有巧克团，感觉他们很忙。APE 啊，那个打咯，因为感觉他们比较喜欢，就是竞技类游戏嘛，咯。APE，目前这样子，而且又有那个什么，那叫什么？那叫啥？赛季季票还是什么？因为我没玩啊，所以有时候他们在打，我都不好意思打扰他们說。说可能今天三江在打 APE，然后尤里要。想带尤里跑多的时候，会不好意思开口说，要不要跑一下？这样子，人有时候觉得无所谓啊，但是我觉得，毕竟人家在玩，好好玩，就不要去打扰。不好意思，怎么帮我吼一下？不好意思，这两个是真的不会跑的吗？去看我 VOD 看个十遍。有尝试私讯吗？啊，有啦有啦，都有啦，只是前一两次还私讯啊，只是我觉得说他们在拼枪对枪的时候，因为还要顾一下，尤里斯开 switch 啊，还要顾一下 switch 之类的。因为我都尽量是跑不会断手的路线啊，就是只要那个网路跟风道不要搞的话，其实是不会断手。除非就是那个黄色的 WiFi 跑出来，搞了一下之后，每次都要断手，就在旁边等，然后又不好意思，久了之后啊，就讲我其实脸皮很薄。有了之后就觉得说，有一些比如像前几天不是有个要去那个哪里，要去方舟，然后又要重新什么先体验一个先祖，然后又要坐下，然后超过两个会断手的任务，我在想说今天要不要解任务。哦，真的很不喜欢多人呢，你看点一点点到一个玩家去。没事啦，就是这几天还好是没有那个在那个季节刚结束，就先你看你看你看，我就是不喜欢，就是因为这原因啊，下次没有下次了好吗？没有下次了，下次不带人跑电技了，用食欲曲的时候不跑了。你早还没好，我妈妈跟我说你的台很好看，我就来看了。你妈是谁？你妈该不会是凯兰吧？
完了，这是陷阱！培根带我们到陷阱来了。制衡，叫没有用了说啊，懂了。你就知道我都是一个人跑的啊。哦，还有两个，哦，拿过了陷阱，不，不要，不要伤害我。怎么吧，我才会说我会放生你们哦，各跑各的哦。啊，对不起。我想用你芦荟彼此安慰，我已经失去了你的脸。教主，我嗨，我太会打字，对不起，妈小，好好打字。请。请尊重我们中文。看你无心睡眠，整夜带着流泪，不想用你路。后面应该有漏掉一只，没差啦。有时候我真的很不喜欢你们说什么哪边漏掉什么之类的。我知道啊，我有漏啊，但是我，请不要用你们的专业来伤害我。啊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我左闪，我右扭，看我灵活的走位。完蛋，完蛋，完蛋，完蛋！石头砸下来了。没有啊，反正当时跑这个就很佛系在跑啊。没，就说这一季开始就讲过了嘛，我就没有再献祭了啊，不像你们那时候入坑的时候懂比较多啊，痛。你，那你好好想好打字再送出好吗？教主叫就打错，天啊，叫谁啊？啊，不好意思，谁说矮面比较好跑的？还不是一样，痛。这边是不是不好回了啊？你看砸下来又没了啊！回一下好吗？回一下好吗？嘿嘿嘿，你是我的宝贝，想你的滋味，静静作祟。好痛哦！我觉得矮妹妹比较好跑呢。二级毕业礼最好跑，二级毕业礼。你说戴那个面具吗？晚上是谁跟我讲说矮面好跑的，就跳出来哦。怎么觉得比较好跑？
哇，马上劝退啊！痛痛痛！还会出新的毕业礼，所以说对啊，所以我在想说会不会跑到后面出的是峡谷的毕业礼，我是抱着这想法在跑图，在跑献祭。呜呜！嗨，小星星！嗨，喇汉，好久不见。虽说好久不见，可是你开台会去看一下。我想一下哦，那时候好像我看你标题是打说有人画你吗？对不对？好像前几天，哎呀，痛！痛喽！有可能官方出其不意，会啦，你看现在几个而已，现在才到鱼妈欸。而且有人说什么回复面具很麻烦，我说不会啊，你就直接冲到终点去修一下就好了。而且刚好鱼妈是拿铁锤铁针敲一敲的感觉也不错啊，对不对？欸，对不起。谢谢你来，不会啦，他超认真的，我知道啊。那时候有时候看到，就是有空就会去点开分页挂着。啊，这位耶稣就是之前玩 GTA RP 的啦，汉。大爹早安，啊，这掉翼的速度啊，着实有点快。我应该捡完机能就休息了，因为已经家里来到了37、38度了。所以其实今天健身完回到家的时候，觉得有点闷了。我还想说，要开台吗？不是礼拜六，礼拜六是光遇台耶。好了，开一下好了啦。等建成安安。好。一直被砸，啊！就上次不知道谁说海面好跑啊，但前三次我都是戴着那个啊一般面具在跑，是我都戴着海面直直往前冲啊，也是啦，他可能没有冲到底啊。0526安安，快让电脑休息，没有。摸得到吗？摸得到吗？摸得到吗？海面好不好？并没有，我是觉得没有啊。哎、欸，阿航有玩啊？那你可以加优主播的好友。有，我摸到了，我至少摸到了。对啊，感谢培根。啊，至少他帮我点了两个萤火，没有那两个萤火，应该已经死了吧。我又玩钢弹哦，没有欸，他当时不是说不值这个价值吗？价格我就没有买了。
结果现在免费，哇靠啊！之前那些钱不骂翻？啊，你们那时候不是多少1600、1700吗？哎呦，什么机器人？什么病毒？啊，等一下哦。嘿嘿嘿，你是我的宝贝，想的不会。嘿嘿，不会。好烦哦！我要开着我的 YT 耶，别看我，我已经 ban 过了，有些特别的字我都已经打掉过了。啊，双开还是存在着风险。啊，忘记看我刚刚的啦。嗯，哦，钢弹进化哦，对不起，没有，没完没完，我以为是之前Steam上炮很凶的那一款，没有玩。然后这个跑步姿势，我会想到一个东西，就是。这个光子可能有痔疮，才会这样子走路。安 S T U D Y， 真的吓到什么？喂，很不可能免费，嘿，对，哇，1000多块钱呢，马上免费，魔物猎人突然给免费，哇，太狂了吧！从海面躲小凤还是会被打到，会啊。欸，不好意思，过头。机器人真的越来越广的话，什么游戏都来还是海，还好吧，正常啊。啊，脚麻了。这边看不到红蜡了，要领哦，51191。66。可能双边都有管理员看着了，很难呢，拜托，我开台时间那么奇怪的点，再加上。对吧？哪有空一直看着台？之前就有爆发过，可能只是一个 mod 去上个厕所，然后聊天室就有人在乱，然后那个 mod 就被骂了，被更高层的 mod 骂。我说啊，你们是怎样？为什么管个聊天室都不会管之类的？我说哎，不要这样子。我是请他们是义务的，又不是有收费什么之类的。没能量了，没能量了，撑一下，撑一个鱼，哎。我好像在巧克力上面听过繁星，哎，是怎么了？狗狗怎么了？我在路上看过你。可以不要一直扒吗？我画面一直跑东西出来，会去点呢、欸。不要再扒了，求你了。
你八是牵不到手的，要传送才牵得到手，可以吗？迈过八啦，拜托啦。翱翔天际哦，哦，这款叫光遇啦，手游啊 ，Switch 也载得到。这是去空岛的路啊，没有，我们现在其实在一个流程叫做投胎，可是我们等一下就是角色东西会，我们讲啊，我们会的东西会清空，那清空就是代价是换来一些额外的东西，就很像那种 rug 游戏嘛，你角色死掉之后东西没有嘛，但是你会有额外的天赋点数那种感觉，那我们现在在做这个流程。你记得预言月十三说就有了，其实拜托，我都被叫红石口袋的繁星了。玩过蛋三了，那很好啊，还好你没玩，你会后悔。这么棒的游戏，不过这款游戏没有打怪成分啊，就被打的分。其他都有跳出通知，然后嘞，魔法技吧，好像一个先祖长得好像卡夫奇奇哦、喔，哎爹爹，给我你的火，荒唐早，你知道我就是怕在夫妻开光遇。然后 YT 的不知道，就想说，嗯，好啦，公开啦，已经一个礼拜没在武器开台了，不是啦 ，YT 啦，好呀，不错，做啥呢？哎呦，哎呦，牵手嘞、欸，我不客气了，超科技大陆。差不多吧，因为毕竟当时其实没有多少人知道铁巨人塔这东西。感谢渣爹的九个月，怎么卡了？卡什么？又卡了什么？哪里卡啦？想骗我？看我自己画面没有卡啊！不好意思，你冒犯了我，好吗？啊，来，那继续看，希望这个狗狗看得懂人话。好吗？一早起床好热，先几个早。好的，拉航拜拜。改回姿势。
耶、yeah!有一，有一加一，哎、欸，怎么会这么少？那我不是191根蜡吗？嗯，不好意思，我好像突然数学变烂了。我看一下，我怎么开小画家？我的计算机嘞，计算机。计算机算盘减205哦14根，对不起，刚看到的咖啡奶茶大大做的 MND 什么东西，你是说跑去看人家做的那种额外创作影片是不是？我发现出现很容易被编，很正常吧？不是啊，他们被编被编也合情合理啊，因为这是我的底线啊，他们不知道冒犯到啊，只是编个300又不是永编300而已耶，又不是你做错事情把你永远给编掉。二级毕业礼真的要求贵。对啊，啊还好啦，羽妈的才贵吧，就是说峡谷的也是两个面具啊，峡谷要出一定是两个面具啦，啊只是包多少钱而已啦，看一下哦，84根，嘎，为什么红色的？哎、欸，我，哦，黄色的，我这边显示那个双开是红色，感谢利恩的哎夜晚10万，早上多多必须费。啊，肯定的吧，好喝。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，皮开那么久，结果我都没开。喂，过来，好了，笑死！献祭完了才想到要开皮，你看献这个祭开多久了？我们开了48分钟，哎，福奇颜值会比较低吗？你可以比对一下，然后再还有手机跟电脑的延迟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用手机会我的手机会比较快一点点。以为你没有开皮，没有，一开始有说我去开个皮好了。哎、欸，各自跑了哦，金人我真的没办法了哦，捡金人捡一捡，只要点到你们，我还是会抓狂哦。啊，再见，再见。有传送信息就有感了，所以你那边哪边比较快？福奇哦，有就好，有就好。教主等等，干嘛？你要解锁是不是？那我在那边等你。还没解，你在怕什么？你今天只要没有退群组，我都在啊，都找到我啊。好了齁，没事了齁，没事，你教主要跑了，你教主快被热死了哦。好了，没了。
你再不快点，你的教主要被勒死。哎，偷蹭一下。喂，谢谢。这个便车不错，是寄生虫。你看，真的不是我不想多人跑、啊，读一曲没办法、啊。我现在几度？39。没有，我刚刚本来想说先健身完先冲个澡嘛，那样不对。等下楼上很热，啊，我冲澡不就白冲，要再洗几次澡，浪费水，浪费水。啊，吃个大辣。你看，点不到金人欸，厉害吧？啊，不要说真的不带你们跑啊，明明就一大堆比我会跑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献祭红蜡能多一点点倍率，现在真的难度落差很大。我觉得现在比较好跑欸，现在已经很好跑了欸。可以打个台龟球球了，我刚不是在你背你的时候已经打过了，我的天啊，你是只不听话的狗狗。还是刚台龟没跑出来。哦，很错。而且你看，每周都有3天的红石，所以已经很棒了呢。你看，献祭又加红石的，还有些佛系就只是跑红石啊。我大拉还没跑，你们信吗？对啊，根本不是狗，它是鱼。看一下今天呐。欸，抽了这次公主祭之后，因为我现在是都要听尤里帮我弄的队伍啦，他有框几次，他比较建议的角色给我，我就去弄一弄之后又比较轻松了。天哪，因为上次是你们叫我玩带空花嘛，带了之后我就只有那只是坦，啊，其他都是看我心情在组的。那现在就是有一个是把弹斧哦，那啥，幽花里，我现在带幽花里空花，然后小甜心三只人嘛，哦，还有那个谁毛衣卫是昨天抽到的，直接抽到那个弄到五星了，那还有个位置就随便放嘛，就是。反正是想放四四花，但四四花它是法师啊，啊我的队伍又是物理的，所以还有一个位置我就不知道放谁。
我最后应该是放美美吧。啊，你看一个队伍里面有两只美美，好爽哦、喔。不要删留言就好，主要是不要删留言呐、啊。然后有个 mod 出现的时候，不要打双等于。电脑更新重启，啵啵，好，大地拜拜。巴拉，巴拉，你是 YT 的繁星吗？啊，什么意思？你可以去找找看啊。那个 YT 的繁星，你难道声音听不出来吗？难道声音要这样才像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请问Twitch 的繁星跟 YT 的繁星声音有差很多吗？听不出来，不好意思哎、欸，我的声音有那么难辨识度吗？还是要像幽离子一样，声音辨识度这么明显？有多明显？就是那么的甜。他昨天那边说他的声音怎样怎样的，我说，哎、欸，拜托，很好听哎、欸。超好听的哎、欸，会让人家晕烂的那种听哎、欸。刚刚是来自图奇的问候，你是 YT 的繁星吗？不好意思，是什么意思？来自 YT 的繁星。好啦，是啦，我但是繁星有很多啦，我不知道你是指哪一个啦。请问你是图奇的繁星吗？啊，是是是是是。好这个。你有跟阿神玩过的那个繁星白痴哦、喔，不止阿神，老皮也玩过啊，秋风也玩过啊，巧克力玩过啊，鱼干菜渣玩过，嗯，玩过游戏啊，都有啊，我还跟弟妹玩过游戏，阿弟也有，还有谁？嗯，迷你鲁。我是图奇仙的吗？我是，哎、欸，对啊，因为其实早期 YT 也没有直播功能啊，早期 YT 就真的只是放那个档案的啊。那当 YT 有直播功能之后，才开始陆续加入啊。然后那时候有一次阿神是用图奇聊天室，然后 YT 直播这样子，嚣张，好猛。对不起，哦，有人哦，我刚想说，我看到有人好像要进来，然后我要遁回去了。来了，兔窝大军，来吧，我们来开会了。雪莉安安。我只能帮你到这边了，不好意思，你要帮什么？哎、欸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谢谢你们。
繁星，你台湾人吗？对啊，怎么了？哎、欸，你可以问一些有深度的问题吗？全球暖化之类，我们来讨论好不好？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，背什么背啦？干你妈的！好像不能问哦。哦。完蛋了，碰到魔王了。哦。欸，他有羽毛面具耶。哇，成功了。哇，生气了。找个生气的图。下来了，会惊哦，会怕哦。这好玩吗？很吃重哦，这个有些人觉得好玩，有些人不好玩，就跟香菜一样，好不好？其实这游戏看你想怎么玩啊，有些人是觉得风景不错，你看，我跟你讲哦，用手机看其实风景更好看，因为它的帧数最多就是，虽然 Switch 显示是60帧。Hello， 烤腰、哦。但 Switch 显示60帧啊，但是其实它玩起来是30帧。那有些人会拿来就是交朋友，然后或者是玩乐器，或者是打扮里面的角色。像我就是打扮角色的啦，就收集东西，然后去把自己角色变得更好看。好嘞，打完了，开心开心。嗯，季节结束懒得跑图了，我也差不多啊，我也是想说季节结束了。再问问看尤里有没有想跑啊，不然每次都是说哎、欸、跑图了，搞得好像人生之中就只剩下跑图而已。啊，惊人。人家叫鲤鱼，听到没有？还在沉。无名是个男生，然后是个女生，对不起。
人家叫做立宇，他叫错名字。哎、欸，真的改不过来，你这不是跟温阳一模一样吗？温阳也是名字大改，习惯不起来。升级你的翅膀，他没有能量，帮他吼一下。你十二亿我也没翅膀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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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十二亿耶，十二亿十二亿十二亿十，哦，拒绝是什么？拒绝在哪里？我又是观众吧？不可能吧？不可能那么巧吧？可他很积极想给我欸，没有啦，不怕。还是你带个椅子来传我，番茄，你带椅子过来传我。感谢揪团，什么？谁？是谁？感谢西米的，哎，感谢揪团，感谢西米，谢谢。雪翠安安，等一下哦，不好意思，我。你帮我讲哈，我处理一下。感谢小。爱剪辑的小游，在聊天室传 QR code 就好了。好诶，吃的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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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啊不是啊，啊没有解锁，怎么可以有？早上了吧？早上啦，早安早安，晚上好。你那边晚上吗？哎、欸，谢谢揪团，感谢感谢。你怎么会知道我？感觉不是观众哎、欸，你赶快帮我讲，我要让你赶快帮我说。番茄去说，快点。雨林早安，你快讲，你快讲，我还要跑图，我快被热死了。我觉得他不是观众哎、欸。要逼我扫 QR code 了、哦，利亚，哦，麻烦的番茄。是观众靠腰哦，你是谁啦？你是哪一位？白痴哦，这样也可以撞到
我想说，一个十二亿的大佬，怎么突然一直想要丢蜡给我，然后飞不上去，在旁边待着。我想说，怎么了？太可怜了吧！哎，不过不好意思，我 Switch 不好打字啊，我现在用手机。这样都能撑到观众，哎，什么称呼？不好意思，哦，你叫 BP 哦，白痴就是你哦，哎，白痴，哎，太猛了吧？你这样撑得到？昵称怎么变这个 ？BP。怎么那么会串？哎，不是，你上次不是想串没串到吗？英文 B， 嗯，阿伟，我叫白痴，嗨，白痴，好了，我跑图喽，感谢啊，感谢你帮我点的八人门的啊，有啊，他是 BP 啊，然后是叫什么企鹅哦。A 什么企鹅？哦，你刚才不是什么 Break Penguin 吧 ？Pen 哎、欸，我英文的英文，用黑色企鹅吗？好猛的缘分，真的哎、欸。还是以后我们面交就在八人的面交了。所以是企鹅是叫 Penguin 嘛？就跟那个谁一样啊，瑞啊，还有西啊什么之类的，西瓜还有塔上。哎咻！好好笑，每次都可以遇到好笑的事情啊！光遇就是这么好玩。看，像其实我的角色目前是长这样啊，矮矮的，可爱可爱的，这就是。其实越早玩，你的服装、发型那些东西会越多，你越后面玩会比较，也不是说很辛苦啊，就只是会很可惜，是说你错过了很多好看的，因为有些东西是不会再买到了。应该说不一定会买到啦，有时候不敢讲太狠、欸、哪天白鸟发型复刻啊？什么？哎、欸，我在这，白鸟发型复刻了，啊，就是有些比较好看的发型，宣称是说不会再买到了啦。啊，我最喜欢的一个发型就是买不到啊，现在右价要很贵。这个都叫 BP， 好，已经有很多企鹅在兔窝了。对，其实兔窝里面、冰箱里面蛮多只企鹅，真的我都 miss 掉了。我也觉得很可惜，是那个啊。如果再找一个，哎、欸，找三个月玩的话，我那个什么记，对不起，那叫什么？完蛋了。凛冬吗？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我一直忘记小王子季前一个季节是什么？重组季前一个季节是什么？整天在忘记，天哪、啊！不是表演啊，表演是上一个季节啊。哦，梦想，对，啊，好想那个张。好想要蟑螂风哦！这蟑螂披风很好看哎！啊干！不要跳动画！完蛋了！人先飞这边了！光瑶救我！救我，光瑶！
啊，那个烂，那个烂动画。人家不是凤凰吗？啊，人家说是蟑螂啊。哎、欸，厉害吧？我都想不到哎、欸。我去尿个尿，顺便回个能量。我去回能量尿尿。哎呦呀！回来了，可以喷泉上去啊！对耶，忘记了，白痴白痴白痴，怎么会飞这么吵？哎、欸，不是这哦，这里啦，白痴哦。恒星，你骂爽没？白痴白痴白痴，一直讲。秀，华仔早安。当初拿到一半张，对啊，就趴在地上啊。啊，好可惜啊！刚刚讲那个披风就是宣称不会买到的东西，换到的东西啦，就是错过就没有了。就只能看有没有要割爱，或去跟人家，哎、欸，用坏坏的东西去跟他换坏坏的账号，让这个有风险呢、啊。亲安安 ，Hello Hello， 哦，刚刚那位游团过来的，看一下，不好意思，西米呀、啊，请问你那边是几点？晚上哦，看到了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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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刚刚好像有点混乱，抱歉了，抱歉了，抱歉了。感谢揪团，啊，我是不是大辣没吃到，好亏，等一下回去吃。阿爸，有花草，要不要跑？要不要跑图啊？他找到工作了吗？想加主播好友，但是只能当面加吗？不用啊，我直接画面给你 QR code 你加。就是啊，你怎么称呼？然后我就加你这样子。行呗，嗯，吴奇好少人直播光遇哦，啊，这也是我想回来图奇开光遇的原因。找到了，好诶、欸。
你叫玉芝或小狐狸。哦，玉芝或小狐狸是不是？我就答上去了。哦，对，你如果你要的话，你看要不要去 YT， 它有时间轴可以拉。就是如果你没有截到图，你没有截到图的话，没有暂停到的话，你还可以去 YT 那边拉时间轴回放。看你啊！哦，你真的要跑哦？我这边跑完了。来啊，你先过来。我带你吃个大花，我们再去跑雨林。来，优化来，然后加一下人哦，邀请手游。那个玉，哇，跟这个哎，芝，哎，好快哦，我有很久哎，来，这是你的，来，我数到，我数五声哦，哎，你如果要去 YT， 你等下拉回放就好了，那这是你的。那走咯。欸，马上加，欸，没有这功能。手收给我 ，double 你的手。乱跑，打屁股。就干。你看，我们是情侣装。哎呦，感谢加，不会。那你是今天休假吗？这样你要待是不是？怎么了？你要跑吗？你们要跑的话，我要走了哦。我只是在抱怨，我被螃蟹撞。你在聊天室打啦。哎，不过我可能要跑快一点哦，我家已经很热了哦。请什么？对，我快被热死了，我没办法聊天室打字。好啦，手给我啊。那等一下把你丢在这边了哦。这位置也不好跑啊，讲实在的啊。不好意思，刚刚是不是撞到一只企鹅？我也不是欸。欸，那个不好意思讲一下啊，如果我现在如果真的在跑图的时候，就不用特地来找我了。这个 bug 怎么还没有改啊？因为我通常开食物区，通常要结束啦，结束我比较有空看，要解锁什么的，等我跑完图，我们再来处理。不是说39度吗？39度啊！等一下，很久没跟优花跑图了，让我跑一下嘛。难道是我带他欸？行李下没有内裤，没事，我吃下自己看。
这个我们私下看就好了。好累哦。关水没有能量了，等一下。没有想到是你还没有卸载这游戏耶，想不到耶，没有想到耶。对面小金有拿吗？有啊，你说空岛上面的吗？没有，像阿兵鸽子他们已经都删掉了、啊。哎、欸，还会上线就是剩黑糖跟红月了。五月啊，对，还有五月在，啊，目前是这三个人。哦，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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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好我还没删，你改天去幽离的台说，主播我可以加你光遇好友吗？阿航也有玩啊，哦对，因为其实。他干爹那时候好像就只有龙月是为了他们才下来开始玩，而现在不知道他有没有在，他现在好像没有在玩了，不敢问，我帮你说。我说你们家阿航想加你光遇好友，要不要先去进个青红石？好，好啊，不然。这个技能拿完，我们去。没有，我今天红石拿过了啦，是技能还没拿而已。我想说，他不是那个回忆记忆还没有回来吗？还没修好。啊、白痴哦、喔，他记忆还没好，我想说，等记忆好，好啦，我去烧。哎、欸，优花走，我们回家，我们去烧红石。没走这好了。
没事没事没事，不要回家不要回家。等一下我们再动用一次我们的兔窝大军。聊天室之力，用让我们用意念烧红石。哎，优化烧过红石吗？你有看我在飞？怎么了？好看吗？今天是光瑶群的记忆。哎，今天不是最后的记忆吗？不是。那个我放弃哦，那很凶啊，没有啊，就只有礼拜五六日会比较凶。礼拜五六日是光瑶，不不啦，是红石，平时是黑石，就只差在红蜡跟白蜡。为什么我今天去烧是那个啊，最后的那颗大柱子上面。哦，有啊，我今天烧过了啦，我懂意思了，抱歉，我懂你意思了。哎，那我顺便拿好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你们太早到了吧？还没啦，我还没到啦，白痴哦。我等我拿完金人好吗？他不是到44分吗？像我也没有想到说，我的干爹会想来玩光遇嘛。毕竟我也讲说这很吃重，那更没有想到说会有新的观众是玩光遇的，然后因此加入成为干爹的，这是没有想到啦。满星竟然有玩光遇，没错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之后有个机器人是说居然有玩光遇之类的啊，惊叹号光遇有没有？满星居然玩光遇，没错没错没错，你已经达到这个礼拜的每周成就了。你是这一周第一个问的哦。大蜡有拿吗？我今天拿过了。你要拿吗？你现在很佛系不是吗？还是要帮你拿？等一下我先去拿一个，它比较高。我不用哦。好，那我现在其实也很佛系了啦，我现在15根跑完就没了。最扯的是我竟然连任务都还不解。定格的红蜡冥想跟着你就好了，是不是？难得我能走在你前面对吧，平时都是我牵着你的马尾走，现在是你拉着我的我牵着你的双麻花走，但是你拉着我的马尾走。你看，曾经带的繁星真的长大了，会跑图了。优花的眼泪要掉下来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记错了吗？一、二、三，三个拿完了，白痴哦，上来这边干嘛？好了，各位，我们去烧红石咯。怎么了？去哪？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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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！你看人太多，我点不到谁是谁。
不好意思，优花，你去哪了？哦，白痴这里，对啦，靠腰，等一下，一二三，对不起，我以为我拿了，哈哈哈哈哈，我忘记了，哈哈，走咯，各位走咯，画面很乱，对，所以我才会说我不喜欢在开台的时候你们特地传过来，除非我在预镜啊，不然画面一大堆扒来扒去，有时候扒太大声画面会这样跑掉，我很困扰，想说怎么上面没有，我想说我怎么会有个记忆说我已经拿过了，欸嘿，哎，走喽走喽，你好，等人吧，来看看那一群，看看这一群飞蚊症，尤其是那两张脸，慢慢的靠近了。哎，优花，你再帮我举白蜡，你忍忍帮我举白蜡就好。哎，白蜡会比较好烧。看一下哦，还有利恩、诸葛、利恩呢？利恩传送，利恩。那这三位都观众，有一个干爹，走喽。失踪的马同学，繁星光遇好友是可以加吗？还是要串到才能？可以加。可以加，可以加，不过等一下好不好？没有，因为白蜡如果被撞到的话，回的能量蛮快的，不是因为要烧这个啦。死人了，出事了！好。你们先烧红石很危险，没事啊，有这群工具人，你看轻松，没有啊。昨天下午我在跟谁，封堂吧，我忘记跟谁烧了，不是封堂，忘记是谁。然后那时候就是，我就说我要用杯杯的上去，然后在那边就番茄在那边喜欢给我用那个杯的上去。哦，屁股痛。哦，谁跟我讲说光瑶？哦，对，是光瑶，对不起。然后这怎么看都像水母啊？有时玩小账串到好友尴，好尴尬。怎么了？不会啊，不会尴尬。你还是跟人家说我要先睡了，晚安之类的吗？不会吧，大家都可以体谅吧。进去是最后的啊，对啊，这是最后的回忆啊，所以他那个 bug 没修好啊，所以很多人不想要投胎，就是因为他想要留12亿在身上。
樱花来，樱花等一下坐进来陪我，我们喷上去，我带你去拿金人，因为好友都退游了，太无聊了啊，难免的啦。这游戏没有动力在，真的很快就走。哎、欸，有花，他、啊、怎么不坐下？来，贝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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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干嘛呀？完蛋了，我画面没有调，看不到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就这样。每个人的记忆不一样吗？没有，现在的记忆都是卡在最后一个，就是最后的记忆这样子。每个人都是一样，他官方还没有修好。听人家讲啦，是官方还没修啦。你看这两个是光子在爆爆哦、喔，在放闪哦、喔。拿到了吗？拿到我们就回家。走，我们回家。是可以按 B 退出好友数，不会影响。东西是可以按 B 退出好友处，对，没有没有，因为我要断手啊，还是你觉得断手后还是可以？哦，你没解任务哦。优花嘞，失踪的优花，你是谁？他怎么蹲下去了？靠腰。二四六，优花是不是进不来了？大贝壳，移动方向键，左蘑菇头就可以解掉放手了。没有啊，可是。我那时候跑金格来不及啊，跑金格我有时候根本滑不到啊，所以我才很讨厌人家这时候来背我啊。你过不去了哦，哦你先关他，辛苦了。下次一起跑，好啊！这次既然没错过，我空出位置没有让他下了。哎，请问刚刚那位？要加我好友的是谁？是谁？刚刚是谁要加我好友？我现在可以先加哦。好，买面的，拜拜。你要上线睡觉了，好。好，我加你哦。雨桐是不是？雨。哦、oh. ，
他如果看到我在跑图的时候，我只有八级升，那个是代表我在忙，可能用 switch 或是我在带人跑图很忙。如果看到我在预境啊，可以来跟我聊，没关系。来，这你的，给你加。啊，按暂停哦，或回放哦。我先接收他。怎么可以戴狐狸面具、兔兔面具嘞？瞧不起兔兔吗？他拿蜡烛甩我，这人拿蜡烛甩我。白明龙目前因为询问没有惊人，然后目前解完最终任务会锁定在最终的红石，等到下一次季节更新才知道。光光，对啊，目前大家完成任务都会在红石那道，完全不知道那地方竟然有惊人。你白活了吧？DC 群一大堆人照片贴在那边呢。你要加？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哦。金南吗？金南，金南。好了，好了，我要走了哦。写到顺义就出发，光遇很多冷知识，还蛮多官方的 CD 在回应我。好了，先这样子，我先跑图了，不然我快熟了。你也要加鱼兄，好，最后一个，其他的等跟完台，有跟完直播的才能加好友，好不好？其实之前应该要这样子设定的。鱼兄，今天好多鱼哦、喔。兄，等一下按暂停或回放哦、喔，我要先跑图了哦、喔。不好意思。那个鱼熊等他 bug 好，现在卡 bug 了，不要哭，现在关游戏不让我加好友，那、还是我要回去点一下新盘，我先回去看看好了，点个新盘，叮，没撞到。最近因为史莱姆农场二的风潮多了好多偏激导，是猴子是真的啊？哦，你说键盘教练吗？所以我才那时候对史莱姆二我觉得还好，那看看就好，没有想玩。雨桐、雨熊，有了吧？可以了，来雨熊暂停或回放哦。嗨，雪鹰，嗨，雪鹰，嗨，我跑 YT 看了，嗨，梦梦，我可以加吗？好，好啦，梦梦，你可以跟完直播吗？可以跟完我捡完技能跑完进格吗？大概十一点半吧。抱歉，中途太多事情耽搁啦。上面有人问每个记忆不一样吗？这也是我的提问记的。因为我记得是主要是你的任务解到哪边吧，因为幽离跟我的任务就是一致的啊，他有解我才有解啊，那我是不会抛弃他偷解任务，可以齁，好，这样才乖。我刚才说以后加好友全程跟完直播啊，应该是或是那个有种突发，我那时候讲啊，那种综艺节目，那、突然来个几分钟跟你说，加好友时间啊，这样子。
现在是加好友时间喽。我记得我雨林跑过了、欸，跑一下看看。我雨林没跑啊，青菜啦，啊，随便啦。你在偷偷嘴我吗？有吗？我刚说你什么？我刚说了什么？奇怪了，我怎么没印象？但我会再带你解一次啊！啊？哦，你说偷跑任务哦？我说不，没有啊，没有，那是之前，很早之前，因为那时候你对这张地图也不熟，然后你也是说。完蛋，我有没有吃到？我没看到。你说你看不到火了，你说你吃完了，我就跟你讲说，哦，漏了好多个。啊，没有，总会嘴你，对不对？到时候你就知道我的嘴是用来干嘛的。哈哈哈哈哈。没有啊，任务还好啦，主要是有一些火，又看不到，瞎了什么都看不见。听起来是满满的红地毯，什么东西？跑到哪了？这里。哎、欸，你知道这次复刻先祖是国王吗？你看，现在都在前几次都在复刻小王子啊。那小王子记太提早复刻了吧？明明就是人家梦想记的东西，小王子抢更加强的复刻啊！我的雪人呢？对吧、啊？至少兔子面具那时候第二次梦想机的时候出的，但是我的雪人衣服、雪人脚、雪人面具呢？哦，红地毯哦，达斯可以喊，现在是 SC 时间，如果限制发话。十分钟这样子，只有 SC 可以，应该就只有 SC 可以用的吧？因为 Twitch 是可以用什么？现在是贴图时间，你想想看吗？就是，因为其实我觉得洗贴图这蛮可爱的啊，有意义的贴图啊，就不要突然洗一个什么大便、狗狗、青蛙那种鬼东西的。我觉得有些贴图的互动，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啊。等白眉毛，白眉毛是谁？谁是白眉毛？把这个试一下。你这么认真回我，害羞了。你干嘛？你的脸红跟 S 系一样红吗？哦，就雪人，就是雪人哦。请问要去老位置待命吗？哪一个位置？都峡谷吗？还是哪里？你可以等啊，你可以去啊。
你还不能玩？有小起点吗？这里可以设订阅很多年的人才可以发话，就可以用 S 级了。没有啊，就是那个啊，会员模式啊。你当我某的台每个人都有订阅我是不是？都加我会员。我觉得可以，现在很多喜欢讨主播骂，喜欢骂人系的主播，可是骂人很累，骂久就那几句而已啊，变态萝莉控什么之类的啊，小小甜心好香，小小甜心好可爱，来我来生气一下，你看这一群人。就只想着要遁地，不就还好学会遁地了。你看这群人，一心只想着要遁地。你在，没有啊，他们遁不了啊。哦，好吧，他们要练习，那我自己走。不好意思，我走到底了、欸。居然有观众没会员，很没礼貌哎、欸！不会啊，我又不是什么大咖台，天啊！养人凸显出你的讯息会持续一段时间。好、哦，现在有了哦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看的台就那几个台。我一心只想着你，就像番茄一样，怎样？可是我对番茄一直都是很无情的哦。这样我才对得起我的安妮。如果你在看台的话，安妮。我在开台还是想着你哦，你可能在睡觉啊，但你要知道，知道什么？知道有一个人在台湾耐着40度的高温工作着，想念着你，好恶心。不要再恶心安妮了，拜托了，繁星，观众快听不下去了。我撞，不行，还想撞啊？他今天看了两部影片，斯普拉顿那个我看不懂，然后魔物的我还可以，斯普拉顿那个我看得懂了、啊，但是觉得太麻烦了。我的 Switch 直接拿到安妮旁边去问他怎么解好了，因为他那个就是透过机制去那个啊，这里透过机制去，就跟刷色尾很像嘛，就你有用到那个笔那个出来之后，你就可以。靠升级去吃那个，真的无情繁星对吧？不是无情的意思，是专情、痴情，好吗？这叫痴情。今天不是人家对你好，你就要对人家好，这太零滥勿缺了吧？讲错话了，飞不起来了，完蛋了！吼一下，吼两下，
白痴哦、喔，这边还没烧、喔。哎呀，烧快点啦！特别对番茄无情，对吧？也没有吧，就对他还不错哎、欸。只是我用的方式是比较不会让人误会的方式，哈哈。你看他有时候做错事情，或是不小心死掉，还这样。哎呦，我以为嘛，不是啊，我以为不是就我哦，没有，我以为。好啦好啦，都这样子，好啦好啦，就这样把我敷衍过去了。啊，看看那个打工，不是没，就我以为。啊，你以为你的温柔可以给我整个宇宙吗？我的安安，你、欸、这边也可以炖吼。看有没有人可以是在那个峡谷的那个梦想村、圆梦村的屋顶惊人煮到番茄啊，碰得到番茄就可以碰到我。但好难，打工吗？和朋友牵手在办公室有活动，好尴尬。大家都不一定上线，上线大部分要跑图，也不好意思打扰。可是我还没去耶、欸、啊不是啊，啊你听不懂我意思哦、喔、啊你又要我以为了啊，欸可恶，炸花了啊，吃一下好了啦。欸还没炸完全耶、欸、秋袋哎、欸，小鱼，到时候斗争二你们会不会玩啊？我在问屁话，应该说你们有没有玩？你们会玩我知道，但要不要跟我玩？一个手残已经在那边抖的人，现在又是光遇单机，对啊，没什么想跑图解任务了。现在的动力都在玩公主连结，没有啦。公主连接体力好少哦，抖爆才有效果，什么抖爆？还好我上次圣诞节换完桌子了，不然肯定完蛋，越来越多漂亮东西。拜托，桌子怎么够？看一下，我们下一次的万圣节，看看那个猫咪披风。跟猫咪的那个道具啊，该买了哦。白痴，不要再跳动画了，不要再跳动画了。啊 ，Switch 啊，动画跳爽没？钱钱爸爸，对啊，公主连接的小游戏很好玩诶。欸，它有什么小游戏啊？我不知道欸，我现在只知道都是刷那个刷剧情，
跟刷无限。我是到昨天才知道他有个什么打稻草人的。去年圣诞你一个也没换到，不用怕啦，那种固定节日的一定会复刻啦。有钱怎么会有不赚的理由呢？对不对？红披风啊，雪花披风啊，白金披风啊，都会啦，不用怕啦。像这一次的那个草帽，本来以为是在那个阳光季复刻，结果没有。那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是被幽离子好像有点，他有点难过到说，白金你怎么可以骗我？因为他很想要那顶草帽，我就跟他讲说一定会复刻，然后他就可能觉得说你为什么要骗我？然后直到后面消息是说幽南日才会回复。小屋那边有个道具叫做大家游戏桌，里面有个小游戏。好，小屋，你是说工会里面吗？啊？是有人要烧吗？欸，没有来帮忙烧啊！我觉得这个小萌新需要人家来帮忙。这两位小萌新需要人帮忙。感觉他也是想加好友，怎么可能那么容易遇到我啊？天哪，这几次开台都可以串到观众是不是？来，如果你是观众的话，在我面前坐下。看来不是啊。你是观众吗？请坐下。我觉得不像欸，他有这么矮吗？他在游泳欸。番茄，我的椅子呢？番茄，番茄，我的椅子呢？跟他挥个手好了，我跑。挥手，挥手。是麻花哎、欸，我知道啊，我有跟他们说啊，麻花或是樱花的话，这两朵花，我一定马上加。特爱这两个发型，小号进不来，啊，笑你。好了，晚安，早安，早安。好啦，缘分嘛，这样有时候路上有几个蛮可爱的，真的也是麻花，然后也是蛮黏着我的，我也是打，我是用拒绝，但是我觉得好可惜哦、喔，它看起来好可爱哦、喔，它背后只有三根翼耶，三个翅膀而已耶，我觉得怎么办？好想加。
因为自己动比较好串啊，不是，是他们那时候我也没有动啊，我们那时候就是都在，在哪里？那时候在那个深渊记的地图，然后就又串到了，哦，深渊记的塔顶那个惊人，还有那个圆梦村的那个惊人塔顶，麻花好香，麻花跟就麻花跟樱花，不管大或小。看起来都很好看啊，那好看的发型不管你高或矮都好看，但有些发型就只适合高，有些适合矮，像那个装辫子跟小啾啾，大啾啾跟小啾啾就只适合矮的，可是长太高绑那个看起来有点不搭。再一个月就可以换面具了，家人然后跟你说他来看直播的，那也可以啊，哇，你至少有心跑到电视台里面来找明星要签名啊。叮，那时候连吴一豪都有换啊，拜托，人家可是樱花欸，只是吴一坠机了，哇，你养几年坠机啊？你坠机当下会不会很崩？是不是崩溃的要命啊？没事没事，你崩溃来找我，我们来解锁二阶抱抱。啊，番茄不用了啦，你那只不是无意啦，抱不到了，抱不到了，好不好？今天你无意坠机，我们来抱抱。啊，不过你生理要女生啊，拜托。克洛伊安 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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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克洛伊。哎呦呀！啊，番茄，你晚上要玩什么吗？没有玩的话，我不知道玩什么了。我也不知道玩什么啦。昨天刷了一下魁翼等级，哦，好难练哦，等级练不上去。我这边拿了哦。我刚刚什么时候拿的？哦，我记忆不见了。没事，我无意也曾经醉一次，才半年，我才玩一年多，无意醉了再开一个。那你那个无意有割让出去吗？还是有卖掉吗？我刚拿了哦，完蛋了！你看，这就是脂肪记忆。哇，脂肪记忆让我什么时候拿了？像哦，什么？我全图跑完了。这就是你看，有时候骑摩托车，你发个呆想个事情，啊，怎么人已经到家了？我是带萌新过木土，太不小心没注意到。哇，在木土坠机的哦、喔，你很特别、欸。还是番茄，你的第三次账号想养无意啊？没有继续养，送爱心给萌新用，帮他们毕业。哇，你人好好哦，有没有兴趣加入兔窝？你人那么好，有资格进群哦。不是要你，不是要你送爱心给他们啊。
啊，你这么有大爱的想法，我很喜欢。被笼锁了，然后急着带梦想离开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啊，无依不怕不是吗？哦，等一下，你是双开，然后带着一个萌新。你讨厌带萌新？我是不讨厌啊，我只是害怕有交集啊。番茄正在养第三只。他就是卡在一半一半，今天万一他真的脑袋被东西打到，他就直接买下去了，他就养下去了。没啦，太累了。我跟你讲，他是这样讲，但是他心里还是想着第三只账号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、欸，哎，怎么每次都这样子搞我？啊、哦！那怎么办啊？就只能出去了，对不对？重开，重来，自己毕业的时候就靠小号送信才完成的，所以想帮别人毕业，但来讨爱心的不会给，多付心就接送。哇，我是手机跟食物一起重开，后来最近那就变，我想扮变态号。默默开了五只，为了无意，哇！可以在光圈位置再坐下去哦，是这样子哦，原地坐下就好，是不是？哦，谢谢，不然我有时候一个人自己跑这边，碰到这问题，每次都回家。懂了。骗子！为什么要骗我？这里吧。要重新点火，火是亮的啊，亮吗？骗子！哎、欸，所以坐下去会有噔那个声音音效吗？可能没对准。哎、欸，很难呢、欸。重新进来啊！那、啊、这不就是回到我一开始的方法？哎、欸，哦，这在这外面吗？我是成功了，我是不是成功了？我做到了欸。哦，谢谢。还是你们做到的，靠腰。是我做到的吗？还是你们做到的啊？我刚刚听到噔噔两个声音耶，还是其他人做到？不行，我觉得这样太可爱了，怎么了？幼先小学都可以蹲，你说这边对不对？没关系啊，我要剪金了。
我真的好可爱，不是算骗我。刚好遁地的姿势坐下就很可怜啊。啊，看看光遇可爱吧，好玩吧，你也可以玩哦。现在立刻马上下载。啊，现在入坑的话，其实也是有好处啦，因为下一季是跟这边讲一下，还没入坑光遇的朋友，我们光遇在大概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之后会有新的季节。就是新的长期活动啦、啊、那这次活动是跟《冰雪奇缘二》哎主唱啊的联动，那这次联动的内容非常精彩，不止可以有跟那位偶像有一模一样的穿着跟服装以外，还有好看的披风衣服跟面具。啊，喜欢迪士尼的《冰雪奇缘》吗？啊，那你一定会喜欢《光遇》这款游戏。这次的联动，啊，没有啊，最主要是我们那个年底会有一个《光遇》的动画化。哎、欸，因为到时候感觉看那个动画，应该会有几个，不是几个，蛮多萌新进来的。对吧、啊？因为上一次联动是靠腰。上一次联动是小王子季，就是我现在背后这个披风，就是目前还没有听说要复刻的这个披风，就是看起来蛮可爱的披风。还是冰雪奇缘吗？对啊，哎、欸，不是主唱哦、喔啊，不然是谁？我总记得他是冰雪奇缘二的，不然是谁？抱歉抱歉，反正就是跟一个歌手联动啊。啊，我怎么记得是冰雪奇缘二？我记错了哦，抱歉，失败的工伤。等下刚有人吗？哦，还有米亚桑，嗨，一夜月，克洛伊，拜拜。好，克洛伊，拜拜。上次联动是爱讲，那个还不算。联动先是小，之后是小王子吧。哦，那个神秘的声音哦，啊，那个吗？那是不是下一季季节跟陈岛有关？不会耶，因为你看一个季节大概三个月嘛，然后这三个月完蛋了，我的心魔，我不会飞。为什么这时候没有人跟我串道？可恶！哎呦，我翅膀好像够，我翅膀好像够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耶！我这次上来啦！欧洛拉最知名是从丑音上面的开始，也有跟台湾歌迷合作过，但是金鱼脑忘记是。没事没事，我只知道有《冰雪奇缘二》而已。清风，季节联动小王子，那个嘞，季节联动小王子，那这次联动是什么？也是季节联动不是吗？哦，上次只是活动联动而已吧，就办爱的东西拿出来卖而已。哦，我都要冲到中间那一块圆形，然后滑翔起飞。我就是，好，之后看有没有人要带我飞一下这边，我考虑一下好了。没有，我其实，哎，这边讲一下哦，新观众，我其实不会跑图，我知道听起来很诡异，但是我是
我是这一季才开始学跑图的，因为我之前像刚刚的幽花，幽花是我们那时候多久？你好像万圣节前就没玩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个幽花就是从四月陪我到十月，他是我的司机，哎，然后就都是他在我开台剪片的时候在带着我跑图。那之后他比较忙，没有弹坑的时候，就是换另外一位叫雨林的，早早就在聊天室出现了。他那他就是陪我到十月到好像一月吧。然后之后就是都因为忙学业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就是当时是刚好碰到那个圣诞节，圣诞节那时候过坐在那个火堆里面嘛，坐一坐，其实辣就差不多了，再去吃个海胆馒头，吃两次啊，各两次，然后就灰掉了。对啊，我这两千多个蜡其实有季节毕第一天季节毕业的嘛，我飞翔季跟表演季都是第一天毕业，然后再来是爱心都是他们丢给我，除非有些小可爱说要跟我互信，我才会就是爱心丢给他们然后其他都是他们抖内给我啊。我真的开始慢慢学跑图是大概四月吧，那时候就隔三个月，一月到三月这时间都是在每天就是跑个晨岛跟雨林，就这样子。那个哪里？晨岛雨林啊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飞太过瘾了。晨岛跟雨林，嗯。哦，不是晨岛啦，圣岛跟雨林，圣岛到那个对，圣岛到那个雨林馒头这样子，就是每天维持15根，这样持续三个月。然后我是直到这一季开始，那时候我推了那个嘛，隔壁的 V 有离子进来玩。那时候因为抱着说啊，我都已经推人家进来玩了，因为之前有推过几个人来玩，可是那些都是观众。然后就是我就丢给干爹请他们帮我带一下。欸，不好意思，番茄你到了吗？番茄你忍一下哈。我拿完表演记得再过去找你。对吧，然后就是从七月底左右吧，就是这个赛季开始，季节开始，我才开始学跑图的。那时候就开始学啊，那时候是四月的时候，前一个表演季的时候就学遁地，然后把一些东西学一学。我学跑图从回根开始才学的，对啊，就是其实我当时当充电宝差当那么久。就有看到他们怎么跑，有时候就想说凭我的记忆就想说奇怪，我记得是在这边啊，然后那时候就那时候我就搞不懂滑行赛道跟飞行赛道是什么挖沟鬼，然后我就一直在找想说哪一个门才是滑行赛道啊，然后就研究就迷路了半天。我那时候去那个哪里峡谷的那个网红打卡的地方，就那个看夕阳的地方，我那时候从峡谷的路口直接往那边冲了30分钟才到。那我就是蹭图蹭，就是凭记忆去想说，欸，是这里吗？欸，真的是这里吗？那时候其实没有，我不是大佬，就玩一会儿，屁嘞，12亿耶，你开外挂哦，检举你哦。我在吃蜡烛哦。
早安。完蛋了，你是小什么？完蛋了，那只狗。妈，对不起，这个那只阿努。完蛋了，忘记叫什么名字了。好图看品客，品客有教吗？他说：“哎、欸，我是你的李涵源，这样子。”品客他有教哦，我怎么没有看过品客的跑图？大家好，我是你的李航员。狗谁？不是 L I O U 啊？不是吗？他不是阿奴吗？哎、欸，好近哦！以前有哦。好嘞，谢谢。完蛋，忘记人家名字了。那看来我没有过那个时期耶！天哪，搞不好有啦，搞不好同一时期，只是那时候我没有看，是优花在看。那个 L I O U， 你光鱼叫什么名字？哎、欸，你不是会弹大鱼跟那个的吗？风起，起风了，是你吧？我没记错吧？小柳，对对对对对，哇，毛西你好猛哦、喔！我那时候就说我想养这只狗狗、喔，会弹大鱼的狗哎、欸。所以不是小柳吗？他不是小柳吗？那小柳是谁？完蛋，走心了！我就说你们 ID 跟光玉不一样，我很难记吧？哎、欸，请问刚刚的梦梦在吗？来，梦梦你在吗？这是小柳哇！对啦，我是认头像啊，抱歉 ，ID 我认不出来，我认头像的。还是你的 L I O U 就念柳啊 ？L U 六，梦梦在，好，我跑完花心赛道加你好友，乖哦，前面完全听不懂你在说谁，干嘛要后面说弹钢琴的狗吗？干嘛叫女生狗很没礼貌嘛？可是有些女生喜欢被叫狗哎、欸。不会叫母狗啦，那太难听了说。可是真的有人喜欢被叫母狗哎、欸。梦梦跟雨熊，雨熊加了，雨熊有加，有吧？雨熊有加吧？雨熊 ，Hello， 有在聊天室吗？不要加了好友了就不见喽。艾鱼早，光玉，光玉是全部，但是新的好像没有。呵，来，梦梦，虽然说跑滑行赛道，但你很乖，以前加你，梦梦，梦想，萌萌，还在叫你萌萌。来，梦梦，这你的。那时候也好早期了，的烛火。我怀疑这里在开车。没错，就是在开车。没有啦，啊，现在都是不远的吗？这个主播好夸张哦。啊，我先收个好了。哎、欸，你看、啊、雨熊加过了啊，在骗。那通常给我火啊，我一定会回啊。那些我，你知道我之前就是太伤心了。有些我送火过去是真的都没有回我的。我本来想说每天都把那些没有点亮的点亮，但是之前想到说有人是，哎、欸，幺幺你蜡一定会不够啦，你不要再给了啦。
你知道你这个萌新，你给我辣，我给我爱心，我都不好意思收哎、欸。我跟你讲，你下次再给我，我就不收了，我就直接保留在星盘上面，你就再也送不了火了。然后这个一夜月也是，多久没上了？你老实讲。梦想记录坑的我，你才梦想记录坑吗？你不是应该更老吗？深渊到了可穿。好啦，不是啦，你现在会不够、喔。这才是大佬好吗？12亿耶，与妈面具耶，还跟我讲说开外挂，我天，像这样子吗？啊，像小刺猬也是常常会给我爱心的，像有时候爱丢个火过去，我还真的有记哦，我说丢火过去怎么都没有看到人，我去找狗狗，啊狗狗哦对啦，他那天在好像陪他的仔仔还是 CP 吧，啊那时候他们在弹琴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我过来看动画了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打扰了，我走。我是 Sugar 跟小柳。哦，等一下，不要，解个任务，蹭一下。更可怕的是魔法记录坑。然后遇到感恩记录坑的路头，真的是有个超老的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原来你们认识哦。Hello， 我的天哪，原来你们认识的啊。那小柳有没有要入拖啊？你可以问问 Sugar 他入坑后的感想，好玩吗？有没有很热情？六个好友，大家拼了命要加。不好意思，刚加的时候 Q 啊没跳到，没有跳到吗？那要不要拉回放？对吧、啊？如果你要加的话，可以，好不好？不哦，为你保留了一个你的位置，你后面就可以获得繁星后面那、啊，你看你的 ID 没有要跑这个啦。啊，好啦，我勉为其难跑一下啦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我下面技能没拿，我没拿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我说过不要传我，我的底线真的，你不要再越了哦。红蜡拿了吗？什么红蜡？我看一下哦、喔，没跳出来，可是有啊，已经都发送过了啊。电脑不会过热吧？等一下，我有加到你吧？那个新男没有加到吗？回放后也没看到 Q 啊。哎、欸，你们有印象我加到他吗？还是他有上线？我看一下哦、喔。这个，然后我会先关掉这个啦，因为有些新朋友会在前面，这样比较好找。有接受了，等一下，你看很久了吗？不好意思，小柳，你看很久了是不是？嗯，没看到欸，有印象。你看这个也是无聊认识的路人。
有跳通知。对啊，为什么记得有？你是不是要完了？怎么了？嗨，让你们跑完了啊、哦！我自己跑，自己跑，自己跑，走开，走开，你们手走开，走开，我自己跑。我走，我走，我走，我走。是不是有人拿错了？被拿了谁啊？哎、欸，我加到加好友，加到现在第一次遇到这状况哎。哦，我要怎么找啊？连接刺客没有啊？我说我的聊天室啊，我知道这很正常，但是第一次在加好友加到现在第一次遇到这状况啊。等一下我等一下加你一次，啊，完了找不到了，不好意思了，有些可能要往后挪了，因为。欸，提亮一下。我再给你一次哦。备注，挂号真。等找到假的出来，我把它删掉。真。你等一下，我一定找出间谍。来哦，你说你拉回放 QR code， 结果也没有用，是不是？也失效了吗？来把你扫。谁啊？那么过分？哎、欸，讲正事，不要嬉皮笑脸，什么030，好了吗？在那边给我嬉皮笑脸，还是那时候没创到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哎、欸、，Hello， 你加了吗？我要跑图了，太久了，快12点。我自己是觉得会员大家报一下昵称，加个备注，往前挪，前面加满了，好友会自动在后面，除非会员多到，不然就已经多到爆了啊！我现在就是多到爆出来，后面其实有很多会员哎、欸，然后我怕有些人会走心说啊，我怎么不在前面的星盘？直播3小时10分20秒有加。可是他说他拉没有看到哎、欸，那现在看他有没有加到、啊，又重复加了有没有？他说你已经有是好友喽，我们先看一下啦。我快乐到昏头了，还没，还不至于，我的电脑快昏了是真的。我全是汗，哎、欸，差不多，我连内裤都是哦。有了，他接受了，这真的是你了吧？这个真正是你了吧？
啊，在那个飞行赛道，我也想要练，就是直接往直接吃到第一个，第一个光点，然后往右边滑。那个我从来没成功过，我手机也没有成功过，因为有时候带幽离的话，因为它还背背，坐下去会断手。那断手我有说过，我又很怕说他们可能在激战，然后可能要看一下画面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新南有加到吧？电脑很烫吗？理论上都是烫的啦。辛苦，谢谢，有了，好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啊，你怎么当下没第一时间反应？就可以从右边过图了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我的意思，你有没有听到？我坐下去之后就会断手，我不想要断手的情况下跑图。所以有时候我会说，那个谁有空吗？我要跑飞行赛道，你来帮我一下。我就是说不想断手啊，所以我要往前冲，吃到一个光柱，然后往右边滑。可是我觉得应该是我手机那个保护贴的问题，因为有时候我真的按下去都没反应。我讲话一直讲，喉咙有点干。或找一个兔二牵手，让兔二做兔。对啊，啊，我是不是讲了？我是不是讲了？你是不是延迟？你是不是有延迟？悬挂机很麻烦，所以不会啦，因为，就顶多不跑飞，怎么讲？又不能不跑，不跑又很亏。有时候大蜡图就在终点啊。跑完了，回家。要爆气了，还没啦。哇，那么容易爆气吗？不好意思找番茄。Perfect。对，延迟。不好意思就那账号被拿去卖了，出售此账号有实况主繁星的好友，又是一个萌新号，梦梦。收麻花可爱。不好意思，立鱼，我真的是懒得改啊。我都走旁边的村庄到终点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你下次试试看，你用背的或是用牵手的。有时候你飞太高，你会被空气墙撞到你手一样会断掉。我试过啦，那时候呆鱼有教我说，直接冲到终点去的方法啊。可是你有时候飞行赛道前面也有那个啊，你赛道前的不是也会有大蜡吗？你还是要去那边啊，一样的意思啊。所以就还是要正常走啊，可以考虑一下，就是不断手的方式跑图吗？各位，要看一下你在哪。哎呦，你给我下线了，不好意思加完就下是不是？我等一下应该也不能睡觉、啊，楼下。我在楼上都听到楼下很吵了。繁星有考虑开小号吗？有是有，但是又很懒。不然我有时候有小号真的很方便啊。你看背后背个白蜡，不然就是自己断手都不怕。
动作还真快，怎么在这里 ？LD， 你不要打扰到人家。番茄会生气哦。其实番茄你不用怕啦，我跟他们都有了。你看，我们可以到这边哦。可能有加品客单价比较高。好，不然繁星品客熊猫子所以没遇过这问题，对啊，你现在马上带突窝的一个小萌新啊！哎、欸，有贝壳哎，哇，野生的贝壳，等一下，举手，哇，你那两个人也有哦。啊，我知道顶着勾勾去问品客说，请问可以加你好友吗？我看着你的影片长大。可是我们二阶好友数，什么意思？我们没有熊抱啊。不是我们没有熊抱欸，番茄。他不给我回家，要先看动画，过分了，过分了。测试才有穷跟品，哎呦，你很厉害哦。那我是要去测试服开个账号给你加。哎，怎么会有自动表情啊？什么东西？因为你打那个啊，挂号啊，啊插 D 好像就有了。打叉 D 就有这个表情了。那时候我看个影片是直接冲到对面去，我觉得好帅哦。哎，我冲回来了。我是调皮的光子。你看这个大便。啊，我要冲下去了。好不好品哥会直接没有我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拍、欸、因为光遇真的只是在玩啊，没有在想要捡什么工具帅什么，没有，失败了。吵了吵了吵了，滑不上去。主播王光玉看起来好顺哦。Hello， 安安。你是说画面很顺还是跑图很顺？画面很顺那是还好啦，应该电脑好一点，然后设备好一点应该都 OK。啊，如果是跑图很顺的话，我建议你去看其他人跑图。我自己跑到都有点火大。有些伤痕像场大火，还在努力蹲测试不开心。他合作应该会是小游戏两组这样子，让熊猫子休息啊。哦哦啊！你也玩光遇吗？喂 ，S L E。SLENCE。欸，他这个不会显示说有些有谁是初次走次加入聊天室。
我杀好久。等一下，所以几时要六龙？不行啊，我就说 Switch 怎么六啦？白痴哦，我就只能看着你们六欸。有心早安。啊，反正周六都会有光遇台啊。周六我们再来期待一下，每次看到有人说原来繁星有玩光遇。欸，六龙很帅欸。六龙就跟拿狙击枪一枪一个一样帅，会让人恋爱欸。对啊，而且是拿手把欸，我怎么溜？又不是溜到一半，突然 switch 拿起来那边滑荧幕。你面猫早安。switch 能飞到明龙的距离外，他就撞不到了。怎么飞？很难呢、欸。我肯定是首次加入的，被骗。都已经知道你是谁了。会翻车。好，在这里。被砍到一点点。吓死人，吓死人。好像要多少亿忘了，至少要七亿啊！然后说六龙至少要七亿啊，不，我忘了、欸。可是有大佬两亿就可以跑了、欸，就可以六了哎、欸。啊，我是知道那个啦，哦，好像叫暴风眼吧，暴风一那个直飞第一关直飞要至少七个亿。话说改天繁星要不要来光遇那主题拍照？就八个人约去一个地方拍照，要约谁啊？直接往上顶飞没有办法、啊，你知道 Switch 也很难用吧？你要想一下，哎，我前天哦这两天在玩魔物猎人，啊前天又在玩那个七弹。竹子甜甜安安哦，哎呦，初雪只想睡觉，安安咳咳安安啊，不行，有时候我的声音应该要用好听一点的，对不对？你们说，等一下哦，我给他清个嗓，我喝个水。哎、欸，他真的有阻止其他的哦，他除了咸咸甜甜，还有辣辣哦，他真的有哦。金耳三哈，怎么两个手势加入的？有心安安，我讲过了；初雪安安，哎、欸，讲过了。啊，他这个双开软体没有显示那个啦。有心早安，然后初雪只想睡觉，安安。然后陈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早安早安。好了，我回来了。那什么脸？不好意思，那什么脸？没听过我打招呼是不是？啊，我动到画面了，白痴！我的画面。哦，好了。坠机咯，
哦，不是啊，应该刚我要把画面拉回那个截取盒的画面啊。拍照的想法是最近在复习品客重组记最终任务，看到此主题盒蛮好看的，到啊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啊，等一下，我们来测试一个东西。等一下看有办法手牵的很多吧，对吧？番茄，测试那个东西，要牵手的。按 R 可以旋转飞。但手机没有，我知道按住 R 可以啊，但是他要甩一边的话要狂甩，他没办法，他会转半个圈还是怎样的，那种感觉有点难控哎、欸。可以跟番茄、利恩等你手机人凑八个来拍照，不是啊，他们常常在拍照哎、欸，应该叫他们带那个，你看像这样子嘛，往上这样子啊，我知道啊。我 Switch 也有尝试过遛龙，就是遛不起来啊，每遛一次都要切一次后台。他念嚣张哦，哦嚣哦。你刚刚说啥？我说啥？说我好穷，我好穷。哎、欸，对，我本来今天想说我放个那个抖内条在下面，想想，我的老毛病又劝退了我，我的那个道德洁癖又劝退了我一次。啊，不然明天再开好了，不然晚上再开好了。没有啦，我说等一下我们来手牵手，当然不是你想的那个手牵手啦，我们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嘛，你知道的，当然不是你想的那个好玩的地方啦。我好烦哦、喔、我怕你乱想，一下要牵手，要去好玩的地方，去会让露雅尖叫的地方，我们去鱼市场吧。哇，十二点了，公主连结，公主连结。你想要牵手更好玩的地方？干，你明明牵手就自己可以用哦。等一下哦，再次去。被鱼市长戳到，不是啊，就真的。那番茄，你现在人在哪里？你在右边的小房间吗？你为什么每次打金格啦？你好好打字，每次都打金格。我没想到我的副账号竟然还没追你，没事啦，看在眼里啦。你看他们两个常常腻在一起，我真的觉得是不是打扰到他们了？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还没到，叫我说等你是什么意思？请问这个番茄，你是不是？我要去牵风堂的手了哦。还是因为你先，没事。叫叫叫这个番茄，番茄都带其他人不带我。跟你讲，这个就不是其他人了，好不好？你看看风堂，哎，一定是呆鱼，你不是带樱花头啦。
可能是这个原因啊。或者是你不是零克头或白鸟头，没有戳到他想带你的。大鱼走，我们拿金能，我们不要理番茄了。哦，我拿金能接任务，要什么任务啊？彩虹蜡，好。嗨，晨晨，快点带鱼来，我们去跑金人。哎、欸，带鱼没有跑，没有跑要说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来了来了。是林克或白鸟的应该也不用带了吧。哎、欸、不好意思哦、喔。人家可能在上课啊。哎呦好啦。教主我剪完了，出了试炼。哎呦你很秋哦、喔。我也快了啦。因为刚刚有加观众的。我可以去进格顶咯。没关系，我们很快。谢谢谢谢，哎、欸，你们两个先在预镜等一下哈。哎、欸，啊，你这边跑完了没，大鱼？我们跑金人就好了。还是你想要捡，我传你就好。可以跟风堂认识一下，等一下好不好？你等一下，我刚刚是不是说你们先在那边等？大鱼，你这跑了没？快回答我！没跑，好。好，我要跑了就好了。啊，怎么断了？啊，断了！我要跑的、喔，那好啊。啊，这边真的太高了。那我们背背吧，嗯，来打个招呼，嗨，那请去退取也打招呼哦，我今天双开哦，来吧，来背背吧，还是你背我飞你啊，你背啊，你自己背我飞你好了，不然我画面也不好看，按两个小可爱背背。真假真的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去上面拿金人就好，还是你要飞，拿上面的金人吧。欸，你任务解了没？要在里面飞哦，好啊，走啊，进去啊。环境安安，嗨，小林你好。啊，我忘记吃药了，白痴哦，个药。啊，早上的药，早上的药，早上的药，可是中午了哎、欸。
早上的妖，假如你生气，假如你生气，没有，我主要当时是因为要那个啦，要玩邪教养啦，玩邪教养才想说要有那个插件，才想说来出去开，不然没有邪教，我没有想要开啊。里面飞的话，可能碰到外面的空气墙啊。有，我知道，想起来了。妖王耶稣，哎，怎么大拉不顺便拿？你看，这女人这么香的肉在嘴边都不吃。嗯？哎，你任务不解哦？还是你解完了？盼盼早安。我解完没跑，我彩虹蜡跟冥想还没而已。彩虹冥想惊人。嘟嘟嘟嘟嘟！哇，这三天真的狂喝水，我的尿尿真的很白。这样讲是可以的吗，繁星？你有女观众在耶。因为之前教主说要专心跑金人吧。原来是跑过的部分，跑过什么？你看这个转，这个转，哦，这个好会转，哇，这超会转啊！去吧，呆鱼！你看这个就是有徽章的样子，哎，跑掉了。吃肉肉。吃大肉肉，你看那个徽章，那个是徽章的图。谢谢呆鱼，呆鱼，你去飞那个番茄，你先传番茄，我们去。我们去做个好玩的东西。冥想欸。Switch 冥想。啊。统统安安啊，两边的统统安安，你会怎么帮助那些孤独的人？你知道之前有那个幽里回什么吗？点他们。空白。耶、yeah。好了，好像跑完了。怎么问号？你们会合了吗？看一下。好，还有谁？我是番茄，欧弟。来，杯杯牵手。呆鱼，你背起来。
梦圆安安，等一下啊，这个是呆鱼吗？你是呆鱼吗？不是，你是盼盼欸。啊，盼盼有可以跟呆鱼背吗？还是不行？完蛋了。那呆鱼你背，你可以背番茄吗？但请问兔窝的可不可以背背啊？等一下，为什么你是盼哦？哦，不行。你可以不要乱牵手吗，男人？我的手是你能牵的吗？牵手都可以。那请问你有，你可以牵其他人的手吗？你要想一下，欸，有很多人的手要牵，欸，我只能牵两个人的手，欸。你看是玄，是不是盼盼吗？哎，不是啊，那谁背欧弟啊？天哪，你看这样手就不够了啊！谁可以背欧弟？没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不跟。还有这么傲娇，公堂可以背欧弟，天哪，你们关系这么好啊？背着我。讲护心什么意思？跟谁护？不是啊，我点不到你啦，点到先祖，你过来一点好不好？你过来一点好不好？那边先祖让我很害怕，欸。啊，小柳要来吗？小柳，你过来吧。六七，还是那边有躲一个人？等一下哦，你是谁？幺幺哦，小柳过不来。哎，欸，你牵我，我们换图，我们换图。好啊齁，那等一下哦，嗨嘉轩，我们换张图，然后小柳，然后来了来了来了，我有算到八个人了，来小柳飞。然后修个签，陪我测试东西而已啦。欸，然后番茄拥抱还是不行欸。应该没问题吧？我不知道啊，我要等小柳来啊。过不来吗？是不是过不来？看了还是过不去，完蛋！哇，看到前面有人了啊！怎么前面可以有人？完了完了完了，那怎么办？啊，我再换一张图，你再试试看。没有，没办法，我看到两个黑人了，两个小黑了。我走通道，我走通道，总不会穿到人了吧？怎么可能会有人在这边待着啊？小王子星球，我戴着围巾，欸，大哥，
哎，小柳，再来。哎，还有谁要加好友的吗？没的话，今天直播要结束了哦。你说什么？没有，你再跑一趟，我不要。很热哎、欸，很热哎、欸。来了来了，走喽！哇，是谁？哎、欸，不要故意串过来，拜托，好不好？哦，哎、欸，忍耐是真的会被你们弄坏哦，我的耐心。没有要的话就不要来蹭了，拜托。摸得到吗？靠得到吗？我要把他死去咯。哎呦，不行了哎、欸。好扯哦。哎，好了哎、欸。好扯哦！好了，啊，各自解散，各自解散，啊，各自解散。好了，各自解散喽。白痴，我还在用面对比。怎么直接来这里了？徽章啊，那个是番茄大大买的千鸟城徽章。我找个人当充电宝好了。来，呆鱼救你了。刚刚的风塘换不回你们那边，然后这边是飞不过来的啊，这边传送不过来，这边是传送不过来的地方。怎么了？你要背我？好。等一下。因为那天就在测试这个啊，结果那时候徽章真的太难刷了，所以我们是改那个啊白卡就真的比较好刷啦，但是有个熊抱徽章一直还刷不过去，被传到祭坛那边，对啊。没有，你从星盘传的话，他说无法传送到朋友那边去啊。你第一次来，哦，番茄，风堂说你第一次来，问号应该是吧？番茄来看实况台的问那个对话。好啦，赶快去吃饭吧。所以跟飞行赛道的千鸟城是不同地图咯。千鸟城我不可能不知道啦，我当然知道过不去，但是最近有两个查字的时候，番茄他们会在吗？不是，那你们传我看看，因为这边还有一个位置啊，一二三。啊、盼盼不见了，然后那时候就是番茄传过来的时候，我那时候不是把那个用手机刷完之后，我就开 Switch 上线，结果就没办法了，传不过来啊。你现在只有电话，安安。
嗯，丽人下次约个时间来吧。哇，我那时候也是被优花带过来这边看的、啊。这谁？串到路人了哎、欸！串到路人了哎、欸！几亿啊？四亿。哎，你好，上去跟人家聊天啊！快啦，去跟人家聊啦！其实是会合没有错啊，天耀城就是在任务王后面，理论上官方用来跑剧情用的模组。对啊，其实很多地图没有删掉，只是藏起来了，都是玩家自己去找的。哎、欸，这只是不是怪怪的？这是外挂、啊，等电右边第二个窗户。哎、欸，小六，改天上线，你带我飞。对，这是外挂吧？因为我记得他说什么全物品外挂的特征就是萌新头、耳机，再加一般披风。可以哦，好诶，我还有看你上线再来烦你。我等一下应该去楼下了啦，因为40度已经极限到了，我现在身体好湿哦。翅膀那么少，不看有人去那边，而且有酒店，我想说，要么是别人带过来的。然后四亿耶，哇，怎么萌新被串到这边来了？点开，哇，戴耳机，危险危险。前几天遇到一个飞行赛季门票帮我妈带过去，现在外挂我都很怕遇到。官方说过外挂完没关系，但还是要谴责外挂行为。没有破坏游戏体验啊，啊只是就是不要害人还是什么的。这好像是我第二次在台上遇到外挂吧？之前有一次不是在那个吗？预警遇到一个搭船的，还几分熟，还没熟，还在慢慢闷。伊莲安安，快关台了，伊莲，快关台了。尼亚竟然在打日麻，天哪！带去米亚台啊！繁星现在是失身男神，没有。欸，通常健身完都会失吧？他是被朋友丢包的，那就合理了吧？比如说这一群都是我朋友，这一群都是我们的人。哇 ，YT 没有人可以揪欸。啊，有一个，这个是诺英达达家的丹奇生，我们带过去玩。那退取这边，我带去米亚台。内容直播啊，晚上直播什么再说吧，应该会在Twitch开啦，那个 YT 就不开了。好啦，先到这边，感谢各位，感谢今天礼拜六的光遇啊，又加了一堆新朋友。哎、欸，可以带好，然后米娅，看一下米娅。不好意思，他是玩什么啊？玩雀姬吗？怎么感觉角色我不认识？
好像是欸。好了 ，IAID IAB IAID， 好了，那各位辛苦了，我看一下哦，开始喽，好多人说完了，拜拜，喝水拜拜，瓦仔拜拜，晨晨拜拜，一莲拜拜，有心拜拜，阿潘拜拜，竹子拜拜，雪莉拜拜，培根拜拜。以心雪拜拜，翔拜拜，毛细拜拜，大鱼拜拜，兔兔拜拜，棉被猫拜拜，企鹅拜拜，雨桐拜拜，青拜拜，猫的丸子拜拜，棉被猫拜拜，幺幺拜拜，老鸡拜拜，培根拜拜，童话少女拜拜，彤彤拜拜，杰彤拜拜，我操，干你们不要两边打哦，番茄拜拜，羊拜拜。玉芝拜拜，嘉轩拜拜，舒格拜拜，妈的两天来，星星拜拜，潜水很久喽，小柳拜拜，梦梦拜拜，雨熊拜拜，新南拜拜，月夕拜拜，灰色染料拜拜，灰色染料，以奈拜拜，啊星星，下次多打字啊，好喽，走喽。大家晚安，晚点见，晚上开台见。